那在现在呢，我们为了保护它不可以上去，只有在下边观看。这个塔的高度69.13米，刚才讲到了哈，69.13，一共有16层。那么其希望你们带着太多太多的遗憾回新加坡，为什么呢？那年我去大理，什么地方我还没有玩够，有机会有时间我还要去大理，这样我才有机会看得到你们，对不对？那我在这里呢，衷心的祝愿大家一路平安，旅途愉快，记得大理有个女生在等你来。好，祝大家一路顺风，拜拜，拜拜。记得大理有个女生在等你们，好，祝大家一路顺风，拜拜。